好，那你慢点去外哦，该走了。好，你在哪里啊？嗯，啊，没事，安全区域内，没事没事。嗯，目前没看到他们。小摔，他们应该是在我们刚刚那个村庄的方向另外一边。我们刚哈基比给他打。嗯，还有吃的吗？哦，等下扫一下。我有面包，你要吗？好啊。看一下，要晚上了。对呀、啊。其实需要天眼兵才对吧？嗯。所以您说有人要牺牲吗？我啊，我去玩凶一点。好啊。所以你说你要现在去随便就大走特走找人这样？对啊。好啊。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差不多，走来走去找人。对，其实差不多，就是都是在找人。在哪里啊？不用想了，往下挖的。天黑了，不会有人在上面。对啊，走。对啊。好吧，我们找个洞穴那个吧。我们找的是爆炸洞吗？爆炸洞。对啊，旁边不是有一些？对啊，我找旁边的。我们带路啊。带路。这里就有一处。嗯，这是刚刚喵哈被砍死的地方。我怎么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啊？我怎么听到你女巫的声音？我就看到他在这个河边呢、啊。先挖一下煤炭。我有听到女巫声音在这附近，就里面啊，可能在里面。能开支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铁。看到铁了。还有枯公孙。哦，有个人一起挖。看到女巫就是先砍就对了，有没有？嗯。是先揍他。这里啊。揍爆他。是这里啊。哦，好近哦！小心渡鱼哦，不要靠太近哦。对哈、哦，不要贴着挖，很可怕哦。就应该在这个左侧这边，是不是？左侧吧，应该在左边。应该在这。等下，我这边先挖开。我们就不要挖石头，我们挖。我看到洞了。啊，终于洞了。不要让女巫看到你，不然会 QQ。我们绕、嗯。被他先看到就不行。我光的声音。嗯。嗯，我要找你要干嘛？是啊，我们在找洞，是吗？我们在找，对吧？我们本来是在找洞，是在我们脚底下了。嗯。完成了魔物猎人。哼，盲人张嘴。哼，我看到女巫了，在我们原来在我们脚底下了。哦，在我们脚下，在我们刚刚那条路的脚下。啊、哦，这么近啊！在我这个方向。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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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贴着哦，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啊！原来是你，我想说女巫在我这个方向，我的脚底。好，可以瞬间还没有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吓到了。你看到烟就可以开始退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嗯，非常快。你右边是开始是安全区外了。对啊，再过去就不对。难道你会怕是不是？会啊，怕爆。现在恨不得挖到全部都是花岗岩，还有散长岩那些的。真的，哎，我刚挖第一个就出现，真的有心理阴影啊！天哪！啊，改回来了，改回来了。都挖，都挖。嗯，蜘蛛。有蜘蛛声吗？现在的小便怎么样？224，靠我们更近了。刚才是25多。嗯。哎、欸，224，那么等一下应该也要过来了，因为他们对呀、啊，224好像在村庄。哎、欸，这边就是安全区外了，再过去挖下去，对，再过去安全区外。好，那往另外一个方向。嗯。蜘蛛的声音。嗯。嗯。当火把工，
乌鲁波旁边那个是特点书。好漫长哦，嗯，真的，嗯，非常。欢乐赛每次只要一开始打，我打到强铁，就超快。我没有拿，我怎么拿不到？哎、欸，会那个、欸，我不。有一点，就比较。这还有一个啊，嗯，那还有一个，再两个。我刚刚身上用剩下的，再两个就好了。现在是一个焦灼的局面，嗯，真的找不到刃。好了，哎，哈记的鞋子给你穿。哈记的鞋子，踢呀踢呀，哈记的拖鞋，哈记的衣物，哈记的鞋子，终于换到团团拿哈记鞋子了。没有，是是杰瑞拿，是杰瑞拿，是杰瑞拿，有铁耶。有铁，我可以帮你当搬运工。好，没问题，拿去烧。哎，很多铁。对啊，好多哦。哎，我觉得哎，就是一点一下，它蹲下有那个啊，就是会滑滑的，会滑顺，会慢慢滑起来，慢慢慢慢蹲起来。这也是女巫产地是不是啊？听到不止一只女巫啊！女巫与她的产地。哎呦，挖到洞穴了！哦，可以探了。这里这边挖开就是了。我先上去，嗯，算了，直接在那弄熔炉好了。哎，储物箱可以烧吗？可以，木质都可以烧。好好好。你要烧储物箱？含金有煤炭吗？哦，在楼上。在楼上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放一下吧。你们有人还没有满装的，可以来上来拿铁锭。好。等我一下。你们有人在挖矿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有声音。你那边有声音？那就不是我挖矿的声音。我觉得不是我，汪汪不在你附近。汪汪汪汪，刚刚应该在另一头吧？你应该没有跟小。在另一头。那看小云在哪里？在团团这边，再往下。他们在哪？这里是负一百九。你们怎么下去的？一百，他自己挖下来的。他挖下来的。那你挖的？你落单，你等死吧。没有啊，团团在后面。我看到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说那个特点是怎么用？点右键。我不知道啊。然后会点右键就可以用了吧？就是会补血啊。打开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它好像它那个书那种样子书应该不用打开了吧？它是绿色的，应该是点一下就可以吧？你有看到？是啊，我说那个书我也不敢用，我就拿着。哦，感觉繁星是可以用一下，你血好少。那、啊、如果是？啊，可能要打起来用一下那个。好、啊，那不然就等打起来，你跟小雨就先后退，然后用一下。先试一下怎么样？对对对 对, 對。没有记错，应该是跟《王国之战》那个技能一样，就按右键，然后就可以使用。就点一下就可以之类。对啊，没有记错的话。嗯，没事。就这条路啊、嗯，往最下面走。是不是这条吧？是这条。往前后退吗？这条是汪汪吧？这条是汪汪那条、啊。你自己做梯子啊。安全区外、欸、在你出来了，我们该走了。200就往这边走就好了，走吧。那、嗯、从这边走了。好，干嘛？你上面都烧完了、哦？烧完了，烧完了，上面没了。好，那走吧。200，要往前一点点。2627，等下627元。冲啊！627这里的话过头。你们是要在地底吗？啊？现在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、啊？白天啊。现在白天了，在外面就好了，那在外面就好了。嗯，你们跑哪里去了？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我们要刚下来，我们上来了，我们上来了。有蜘蛛啊，有蜘蛛。
你在处理。光爪，孤弓，我孤弓，还没完成，还没。举盾，举盾，跑跑跑，推一点，推一点。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。小雨，你后面有苦力趴。啊，我举盾了。汪汪。哦，没事。我没事，我一直都举着。太多怪了吧，这外面。是因为圈缩成这样很小了吗？应该是。对。妖修哦。太拖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挡哎。燃烧僵尸，燃烧僵尸，不要碰到。没事，死了，死了。哦，哎呀。有什么东西啊？有附魔窟窿哦，我们挖过去好不好？哦、嗯，啊、地表有点……哎呦，对，地表有点夸张。200在哪里啊？前面。哇，这个怪物真的精彩！好、啊，走了走，小雨走了。超级多，好、啊、走走。哎、欸，这边，过来过来，下来这边最安全了。来，这里安全。这。到这边安全了。啊！扣了四颗。孙云，有烟，举盾，有烟。有烟。咬我哎、欸！哎呀，凶哎、欸！啊！哎呀！吓死人！发光了！发光了！不在。怪物清除了，那出去啦！那出去啦！出去吧！哈哈！搞笑。哇！点中，要小心哦！赶快上来哦，边界已经要来了，小雨快哦！小雨姐，小雨要挖过去了，那小雨很来不及了。不是啊，我这里在那个。哇！有骨头，他们在有腐肉，他们在底下啦。楼上没人。底下吗？然后小雨自己跟打。只有我在底下。嗯？你们身上有没有线啊？都没有。没有啊，我有两条。好，我想说有捡到箭矢可以有弓箭。我有两条线。两条好像不够。对，我是在水里面捡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走再说。可能他被苦工打。嗯。哇，一上一下的，好在。我一上一下。人两队。这里是安全区外，安全区内在哪？没有没有，已经因为最后收会收到底了吧？最后一圈了，对我猜。啊，请你小心弟弟。这样我们好像会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有两个特点，有两个特点是可以用啦。可是，没有，这里不是安全区吗？这一次啊，哎、欸，这里哦，这里是啊，好小一块哦，就16×16了吧，或更小了。嗯，快上来呀，快上来。是说空拳打那个吗？空拳打什么？他有开吗？会打吗？你怕0.5吗？嗯。刚刚都出那么多肚鱼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又变到、嗯、好像非剪刀就可以的。嗯。嗯。没有啊，骗我。骗。几率问题。几率就是一个很玄的东西，可玄学。嗯嗯，他们我老岩浆嘞，啊，老岩浆，装水，手臂也可以捞回去吗？啊，没有，分装没了。下台啊！啊，上来啊！你们上来啊！哎、欸，巧克力！在哪里？啊啊！哦，没有那个血啦，他的血啦，被封了。哦，我要装岩浆，然后巧克力被烧死了。嘎达，那好吧，可以下去了。然后可以下去了，魔王可以下去单间了。我想要装水桶。好啊。啊，看看那个有没有。可能要快点哦，那个边界快压完了，快把水的地方压完了。哦，你是说那个鸭子是？我捞了啊，中间要从中间往下挖吗？会不会摔啊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捞水要快点啊！快你们下来。嗯。捞到，可以，捞到了。不是啊，这边也还有一个，这边好像。不是，我是怕往下挖会出事。哦。对他们可能有洞。会有肚鱼。也会，而且会有肚鱼。对啊。鱼骨那个吧，挖阶梯吧。嗯。好吧。团团哇！团哇！团团牺牲哇！
哦，这边都是花岗岩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棒了吧？小心旁边哦，我自己挖这个。好。哎、欸，是压过来了。嗯。没有，我们在安全区。没有，我们安全区域没有了，只是很靠近而已、啊、哦。说圈完成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最最大最大的。好暗哦，擦一下火把。擦火把吗？我擦了，我擦了。嗯，好。